喂，七师傅，喂，七师傅，喂，有二手表出场啦，系嘛？今日系二手表系咪啊？好似系，全部二手，好多款式喎，今日。系啊，哇，呢只咁得意，只咩嚟噶？阵间逐个介绍俾大家啦。哇，嚟咗只好吸引嘅三文鱼啊，见到。系啊Frightening 嚟嘅应该。8000啊，好，好，全部二手，我哋由边只开始先啊？今日。由只点讲咧，雕台开始啦。雕陀，哇！上一集讲咗好多雕陀啊，又有雕陀啊。不过上次就全新，今次就二手。呢只系旧装嘅雕陀，哦，呢只系运动款啊。呢只海洋王子嚟嘅喎，系嘛？个系列系啊，呢只呢好似只好少平见啊，呢少只少喎，个款同而家现款好似有少少出入啊，好特靓仔，别系好靓嗰个仔，钢圈啊，系啊，36mm 嚟嘅，少少有见啲少喎，见，系成个36咩？我又觉得唔似，又起码38系嘛？36mm 嚟噶，36。系啊，我注意到 T dial 喎。T 系恤咯，系咯，好 T 旧呢喎，只，系啦，佢 T 面嚟嘅，变黄晒咯，啲珠真系珠都都黄晒，黄晒。啲珠面，系啊，我几欣赏佢嘅 bezel 喎，直情系镜光嚟嘅，钢圈嚟噶，系反晒光去照镜个 bezel 可以。成只好似白金咁，但系应该唔系系啊喎，系我啊，check check 先，个蓝面呢只蓝钢嚟都噶，几特别。钢嚟噶，钢嚟噶，钢嚟嘅，系咯，好灵啊，真钢系。圈 bezel 啊，少有少少啊，雕台讲。好靓，好靓，好正嘅呢只珠带啊，五珠带，T 面应该我谂闲闲地都有翻20年以上历史啦，可能唔止啊，系啦，最唔少止啊嘛，可能九系啊，十但年系佢因为代佢嘅冇产卡品。就唔知咯，系啊，因为佢太耐啦，咦，冇封晒卡佢嘅，系明窿嘅喎，咁可能系90年之前嘅喎，会明唔会窿啊？啊，90年代系明窿嘅，系咯，即系可能90或之前啦。我谂最新都起码96、97啊，20几年啦最少。系啊，啊，咁呢只如果咁嘅年份都算新正啦，老实讲就，T 边桥系啊，佢有上到行配翻啲格嘅，我知道佢系行子嘅，有行系子，啊，即系呢只就斋表行子，有冇盒噶？冇盒嘅，有上冇行盒子咯，系啦，，OK，呢啲嘢应该烂咗噶啦，系啊，明白，都好，系最近上咗盒三噶嘛，十有八一年。mm 系嘛？冇错，36嚟噶，36。似38咯，但佢又唔似36喎，即系佢只表个 size OK 嘅，呢啲又系几好噶？男女都得啊，又系一个中性少少咦，嘅 boy size。size 系咪？同埋咧，侧边望呢只表咧系变咗紫色噶咯，望望系先，啊，深紫色噶，我先睇到，系喎，怪唔得即系珠都黄晒啦，佢怪个唔之盘开啦，始变色噶啦，系嘛？系啊，变咗啦，应该，嗰、那个但系盘已经变咗啦，呢系个啊。侧嗱，喂，正常咧，佢戆嗰戆地啲啦，index 啊，唔系 index 啊，即系嗰啲雕陀 logo 啊，同埋嗰啲6.米嗰字咧，应该白色噶嘛，照计。系啊，而而家家已经戆戆好似地啦，唔系好白咯，已经开始。冇错，奶色嘅，奶色嚟嘅，我系见到啊，系奶咯，即系珠但都黄佢晒，唔系话好奶，但系奶咗噶啦，即系新表嘅时候，佢应该系纯白噶嘛。系啦，冇错，哦，咁就已经变咗噶啦。呢只好靓，呢只。都系属于 Prince Day 嚟嘅，呢个系。Prince Day 有系，地咯，系啦，超级中意啊！呢只表，200米防水啊，呢只锁比把较地，特别啲，即系雕陀嘅 vintage 款啦，变埋色噶咪啦。真系少见啊，真系少见。咁如果呢只唔系雕陀，系劳力士嘅话，又唔知去到咩价钱噶啦。同埋佢呢只咧，唔系 low 的 low 底嘅，真系有啲人追翻系原装系雕陀厂出嘅嘢咯。系啊，雕哦，陀咦，喂，咁六，呢只就未必系太旧啊，喎，可能系90年代雕陀尾底喎。啊。系啊，啲人又追翻啊嘛，即系有啲人追 low 啲 low 底噶嘛，唔係，如果90年代有啲人初追就翻，會追 low 啲 low 底啦，90年代初系呢啦，只有啲可人能就係追九十年代大，尾啊，20几年到呢只我估，系啊，唔会唔到太特三十别年旧啦，應該就咯，好报价，好咩而家價錢报啦价又？嘅价钱俾大家啦，咁呢只雕陀系正标嘅，咁有上行指嘅，咁呢只表嘅二售价系23500蚊。23,500。36mm 咯，系咯，好，明白。咁呢只比较特别少少嘅，就系钢圈啊，镜光反晒光啊，好特别二啊！呢万只三颜色千五。好，咁我哋下一只系啦，啦，下一只有到乜嘢啊？下一只介绍 Bulgari，
啊，几好啊！集集二手都有啲 Bulgari 出场，差唔多。咦？喂，呢只呢个圈只咁粗嘅，点解？系啊，好粗啊，个咦？圈。好厚添喎，真系，卜圈嚟嘅，卜玻璃喎，咦，系系卜喎，面嚟嘅。呢只款我睇少下啲见，资料未先，见过喎，好似。咦睇喂，啲纸。6570尺，深潜嚟嘅呢只，2000米防水喎，大师，哇深潜吓，嚟嘅，二系千米啊！2000米啊，哇劲喎，乜 Bulgari 出啲咁夸张嘅潜水怪表唔嘅？之得咁厚第啦，一怪次唔之见到呢只得表真系，深潜啊，真系。系咯，我见到6570尺啊，真系厉害啊行下俾你，！Chronometer 嚟噶呢只系咪？天文台认证啊，呢只有哦，仲有写天住文台认证喺添。6点位系啊。咦，咁呢只咩 size 啊？咁大只，咁即系深，咁深潜会唔会又系好强劲臂弯啊？唔系啊，四十四二十啊，啊，42大师，42 mm，42又唔算好大，但系但系就就都偏厚少几少啦，厚，偏厚啊，但系厚佢得专嚟登个为玻咗璃都博卜谷卜玻地璃咯，吓。即系如果中意储潜水表呢只系可以留意嘅，因同埋为单向潜水员咯，嗯，件事系几特别嘅呢只嘢，嗯，系几得意啊！嗰、那个 bezel 好粗啊，竹节卜胶胶面带啊，啊，呢个系。感觉上嗰个玻璃咧，个卜玻璃咧就好似相对地个镜面会细咯，相对地，因为个 bezel 好粗，系啊系啊，都系呢啲竹子胶竹带节啦，胶带，原装 Bulgari 系蝴蝶扣啦，明白。呢只我谂新净程度都有90应该会啊，系啦，咁贵都要少交少钱，喎，我相信系嘛？唔系喎，价 OK 喎呢啲，系嘛？因为通常呢啲如果普通版嗰啲都系10000零蚊咁上下，哦，呢只咁贵过深万零潜，蚊。呢只深潜应该要贵啲咯，我估系嘛？呢只系万中中啦，啲咯，系咯。系啦。开股啊，新师傅，好，哇！开呢只股，几特别，我觉得。特别上深手潜之后仲特别 Bulgari。喎，系好啊。特别呢只嘢。咁呢只 Bulgari 系肤色嘅，有卡有盒。咁呢只表嘅二售价系16800蚊，我都系一一六万六八。千几，咁啊都差唔多，同普通嗰啲，系啊，中意储新钱嘅就朋友就注意啦。系啦，即系普通版嘅 Bulgari 嘅潜水七表师都傅系啊，咁上下七价师钱，傅啊，我觉戴得。得几好睇嘅系呢啊，只表，深潜就排气阀喎，呢度侧喺边，深潜就排气阀，16000几蚊啊，咁样就深潜嘅 Bulgari 啊，好少见睇啊，嘅，戴好住型啊，OK，好型，七师傅戴得都好型嘅呢只表，系啊系啊，虽然佢系咧只手就瘦啲，都大到，系啊系啊，强劲臂弯更加可以啦，系啊，好，咁我哋好，下一只啦。下一只，下一只介绍劳力士。劳力士，啲大黑橙嚟嘅只，大黑橙，大黑橙喎、哦，一一一六六五五七七零，零，嗯，216570，系咪二一二一六五六七五零？七系，零，系系啊系啊，啦，216，冇错，大师，216570，呢只早排好似都有只噶，我记得。系啊，嗰只系竞标嚟，呢只有卡嘅，系啊，有哦。卡嘅，嗰二只零一好六年嗰只，似上次嗰只好似系咪6000零蚊啊？嘛，我记得系啊，所以呢只会好抵咯，系，因为系 最啊。近嗰几集我记得介绍过大黑橙啦，就6000零蚊啦，同埋一只16570嘅黑面啦，就好似50000零蚊咁样嘅，我记得。真系可以睇下佢嘅状态咧，系超新净，因为我见到都呆咗，个客好似冇戴过只表咁。系，我咁呢都只俾大家睇二一下，六五七零。咁就有卡嘅，系有啊，卡2016年，2016年表，都新喎。如果16年嚟讲就，系啊，冇盒噶，冇盒噶，我合呢啲1000几百嘅啫，要加翻都好你睇易嘅个啫，扣，算你睇个表扣，大师睇啊，下，你睇个系表扣，喎，冇使用痕迹哇！喎，靠，冇翻新过嘅表系啊，超新净。你 OK 啊，都新净啊，要配加翻个盒都好似而家啲盒系咪都系1000蚊过到添好似。差唔多啦，唔系，使啦，盒嗰啲。系系咯，啊系啊，其实都冇乜意思啊，盒啫。我俾试个用就我俾冇个所谓。靓盒，我加个靓盒俾你。系啊。好，咁啊，开估咯，呢只216570大黑橙就几多钱呢？好，上手话俾大家知。咁呢只劳力士大黑橙216570系2016年表有卡嘅冇盒，咁呢只表嘅二售价系66800蚊，66800，600，系啊，即系同之前上嗰者只系六差唔多，我记得。嗰只六41mm，万头啊，系。但系嗰只咧嗰个新净程度就真系花啲咯，OK，但系嗰只但系系仲冇要卡冇噶卡，嘛？
系啊，哦，咁系呢啊个系有啊，卡呢只用嘅就喎。2016系呢卡，只个即系比较吸引咯，真系。系啊系啊，有兴趣大黑橙就注意啦，系啊。好，咁我又到下一只咯。呢只我相信好快走噶啦，呢只下呢一度。只 Frank Mula，Frank Mula 咩样嘅咧？酒桶型嘅呢只哦，，Custard 呢只 Banker 又系酒桶型啦，通常 Frank Mula 都十周年系。啦，系啊系啊。但计时我哋好少见啊，呢只表。计时白款，面，白面咁黑字，即系啲字全部都勾拉咗出嚟，我系。佢咧嗰块玻璃咧太薄啊，所以咧连个光打落去咧，系啊，呢成个圈打咗出嚟，系啊，好卜系啊，啊呢系个啊，好系，薄啊呢、这个系啊，执少少睇啦，应该好真系啲。曲玻璃嚟嘅呢只，嗯，睇下侧边，呢哇，只都好似都唔细只，系嘛？大家酒桶型呢只佢好系咯，大噶。呢。甩 to 甩，我谂可能都有50，系甩 to 甩呢个位系，大酒桶嗰只啊，大酒桶咯，系直咯，径就大概42度咯，系咯，哇，咁就好大咯，42冇咁大四个，十系嘛，四打下十先，四，我应该冇，打一打。我懂，睇个伸展程度先，哎，点解胶纸哇，未如果搣嘅？42×5仲有个胶胶纸纸好个大大底，噶啦，系，睇下试一先，试，打一打几大先？唔连个巴的，我相信应该冇40嘅。有冇40啊？我觉得好似都唔记得，即有三十八咁滞喎。38咯，即系差唔多38，呢度可能50咯，甩咗啦呢个，可能唔我就止咁添当啊，就38、39系咯，三啊，百总点之就滞，系 Frank Mula 大酒桶嗰只 size 啦，系啦系啦系啦，嗯，好，咁呢只见佢睇下先，条皮带都好靓仔啊，应该系原装带嚟咪？原原灰装色嘅，鳄鱼皮蛋，皮蛋，原装鳄啊。鱼皮带，有啲使用痕迹，哇，原装带系咁噶啦，我相信，都 OK 嘅，原装扣，系啦，原原装装扣。扣，咁就有冇盒啊？呢只有盒嘅，咁就冇卡嘅。哦，有盒 Frank Mula 有盒，咁啊咩价钱咧？有咁呢只 Frank Mula 计时，上到手俾大家睇先，哇，有啲大喎，真系呢只嘢，唔系好型我想七手师傅就啱啱 carry 到，carry 啫。到。咁呢只表嘅二售价系36,800蚊，咁有盒嘅，冇卡。36,800，肤色冇卡嘅呢个系啊系啊，诶唔系有盒，叫做，肤 色冇唔卡，多唔肤多色肤冇色卡。嘅，肤色有盒，咩嚟嘅？就系有盒有盒，有口算啦，好唔好系啦。啊？好，咁啊，下一只咯。系啊系啊，好，下一只介绍8000，800，头先大师敲住嗰只八零哦，零喂，嗰啊，只子弹正底啊，呢只啊，三文鱼面，子弹底大师系呢只啦，底好系正啊，呢只正噶，啊，或者叫哇炮炮仗仗带嚟。底啊，好耐冇见啦真系啲嘢。我觉得呢只款咧，其实最靓啊，我自己觉得最靓就系呢只色。呢只色最靓系嘛？我啊！都呢觉只得色最系。靓，佢有几只色噶嘛？我见过咁多只，最靓系呢只呢只三文鱼面，最特别噶啦，我三系最文特别鱼，啦。今期兴啊嘛，三文鱼。系咯，系呢只啊色系啊。系靓，冇错。咁啊，呢只好闪啊，抛光好靓。系啦，half 圈啊，呢只就一定啲强带劲臂都好弯啦，抵相信。住。都唔系啊，呢只其实瘦过啲大其哥实咋，42咋大师四十姐，唔系，但唔知系唔咪需条要强带。劲臂弯唔知系度咪接受带到嘅噶，关系咧，我觉得佢条带嘅设计咧系好即似系感放觉粗上只手，表系啦，只手又翻唔上下唔系噶，粗啊，戴落去先好睇。手细都带到噶呢只大到啊大师，OK 噶，仲呢只好好睇四啊，十二，但系条带又感觉上系好似好强劲啊嘛，B 零一嚟嘅呢只，系啊 B 01，咁有天文台认证嘅呢只，睇下机芯啊，见唔见？呢只带系蝴蝶扣嚟啊，双蝴蝶扣啊。系啊，双蝴蝶扣啊，同埋好 balance 咯，即系佢成只表感觉上好靓好靓，咁系样咯，哇！净系睇个背面咧，即系好似戴一只手镯咁啊，超正同喎、哦，埋比较轻巧啲咧，即系个扣啊，唔会好摁手嘅感觉。好舒服喎、哦！佢上咗手之后，我觉得呢只个款好似都系出咗，唔知系咪2年、2、3年到咗，差唔多，差唔多，唔系好耐噶，系咯，唔所好以呢只耐表就系都啦。好。色嘅有绿色有三文鱼咯，但三文鱼真系少嘅，如果其他表嚟讲都仲有少。蓝色同埋红好似有包，只类似咩冰蓝噶嘛，我记得。有啊，冰蓝嗰只系白金嚟嘅，即系个啊，圈系白系啊系啊，胶带嘅嗰好，只。咁呢只有冇盒嘅有？咁呢只800系肤色嘅，有卡有盒嘅，诶，系肤色有卡盒，2021年表嘅，2021。系。咁呢只表嘅二售价系39,800，三万呢九只。千八。
哦，40000平有一咋？平啊！咦，系喎，喂，三文鱼拼三文鱼啊？其实嗰阵时我都有留意过呢一只嘅，超系正啦，喎、系啦，呢只色就两只就好夹啊。哦！嗰只就比较Bright，你嗰只会比较系靓身啲嘅。系，咁呢喂，只不过我做咗你上面都有底玩喎，系啊系系啊，啊，呢波路系啊，平啲战绩喎，效果记得，做 DLC 啊，仲要系啊，好，咁放就挂有兴趣心三文底鱼嚟睇下啦，唔睇就八呢零只都叫睇下暗黑，上面嗰只啦。呢只叫暗黑三文鱼啊，系啊系系，啊，好，黑暗咁中的啊，神，我哋下一只咯啊。好，下一只介绍呢、这个777。777呢个 number 好敏感下喎，Number eight，好number 777 seven 啊，number 之 seven 前系哎呀，啦，挂住嗰啲八号仔啊，记记得错只咗，八号仔之前我而哋家嘅七介号绍，仔呢只，同一个牌子嚟嘅，系啊，都系嗰个卡地亚个设计师个品牌啦，哦，OK，number seven，系啊，呢度写七住嘅，字就摆喺呢一个位置，喺个系啦，10点位嘅方向啊。777系列呢、这个系。好，咁就5点位有个小妙针，咁喐呢个紧啦，八见到点位嗰个咩嚟嘅咧？呢、这系噶，个系啦，July 嚟嘅，7月哦系显喎，诶示，系喎，JUL 啊，哇，你唔讲我都唔知系 July 添，真系。系啊系啊，7月，即系嗰个系月份，咁有小妙针，有月份，又有 big day，大日历，大日历系啊，大日历 big day，咁嗰个 number 七嘅呢个。呢、这个就纯粹系个型号嚟嘅啫，佢个系列名咯，系系啊啦，系啊，系列7号仔系。7号系列，好明白。咁就同埋佢特别之处，我见到佢4点位嗰个罗马数字啊，咁都系几特啊，别嘅喎。系喎，少见喎，个罗马数字啊，佢嗰个 I 字咁得意系啊系啊，嘅，嗰个 index 有少少唔同哦啊。，I 字有个名啊嘛，系啦，因为佢唔系。即系 I 同 V 个 I 字，佢个设计度系好咯，似佢系用一个英文字嚟代系替啦，咯，呢、这个要用放大镜先睇到可能，系啊系啊，好因为大，有好啲细，设计啊，个四字嗰度 I V 个个荷叶。I 啊，个荷型都好特别喎，好似啲四方形啊，电视系机啦，又真系啲似喎，呢啲咁系样嘅咩？好机，classic 嘅设计啦。咦，个底系咩啊？哦，麦底嚟嘅，麦麦底喎，底，真系三哇，秒七，真系777啊，真系，都系777啊，大师。明白，原来呢个真系叫777系列。喂，唔系我呢只应该，我记得睇翻资料系一只。annual 嚟嘅喎，哦系，Anna 嘛？Canada 而家，系啊系啊，annual 啊，好，咁就佢有又好双蝴蝶靓，扣，系啊，随时做嘅个球都系系，好呢只 annual 好。Canada，呢只好靓啊！我见成只都好抛光啊，所以都猛咁喺度捽啊！系啊系啊，要啊，因为咁几太特别抛喎、如果光，按功能上，佢有 big day，有月月份，份，有咩啊？仲有有 annual。系啦。Annual 仲嘅意有思小即秒系针，佢有分大小月份咧，系嘛？系啊，即系譬如你31号同30号嗰啲，佢自己识分咯。系啊，即大系佢点解有个二月就唔份识喺分。度咧？就系、方便大家咧去分个大小月份啦，系啦，但系2月咧就唔识28号嘅，系啦，总之一年就系搞一次表啫。系啊系系，一啦，年搞一次二表月啫。另计啊，其他嗰啲咧都识分大小月份嘅。系通啦。常嗰啲2月佢都系咪当翻30日咁样2月当翻30日，系嘅，嘅？系啊，因为分大一小啫嘛。系咯，一月系31啊嘛，系嘛，2月31啦，系2月正常就28或者29啊，咁呢只 annual 嚟讲就2月佢当翻一般嘅小月份就系当30咁样计系啊，系啦，嘅，系啦，咁但系7月同8月识得计翻去31啊嘛，咁佢冇就错，精密之处就喺度啦，Andy Canada，好，咁啊开估啦，呢只有咩价钱啊？呢个 size 几好啊！哇，上手之后好型啊，好似有30 mm 差唔多系嘛？系，上手都几大，呢啲好难讲喎，呢个 size，系因啊为系佢啊，其实佢计打直仲要过打横系啊嘅。系啊，呢、这个直径我谂30几度 咯，我谂咁呢个可能四三十八，度，跟住之后48咁样咯。系啊系啊，大概咯系咯，咁呢个777
七号仔，咁呢只系有盒嘅，冇卡嘅。咁呢只嘅二售价系16,800蚊。16,800，七啦。佢好多1,600喎。系啊系啊，好正啊呢个壳型。佢个壳咧唔细噶呢只表，但佢就唔系巨型啊呢只表 OK 噶，但系少少厚啊见到。好，上手好。好，下一只啦。下一隻介紹一個德國做的牌子啦，係啊。呢、這個唔係好識啊，呢、這個。係啊，有個六十。好似好少見。六十，但我又見過下咁樣喎。呢只咩 ？Alexandra 嘅乜嘢咧？德國做嘅喎。即係個牌子名好長啊，係最上邊啊，好長。哇，好長喎、啊，真係。Alexandra 唔知咩，唔識。揾阿七，揾阿七仙妹出嚟啊！係啊係啊，揾七仙妹睇下先。通常 HOFF 呢就係德國牌子啦，咁啊最尾嗰個字，哇長到咧真係睇唔到，真係睇唔到。有個名嚟嘅嗰個係，我淨係注意到六點位寫住 Limited Edition 同埋Made in Germany 啦，咁德國做，德國做。Limited Edition。右邊我先校翻個時針先，右邊係有個 Night 字嘅寫住。咦 ？Day and Night 啊？哦，有，即係嗰個係。daylight 咯，就唔系 GMT， 系啦 ，daylight， 即系24小时针。喂，好得意喎！佢嗰个针盘咧，你睇下佢嗰支针咧，系有好似葵扇咁样嘅喎。系。系咪啊？个针头啊，唔系针盘，系针头。比较特别啲个针嘅设计。系好个人嘅设计。咁啊，嗰个 daylight 嗰啲针都几特别啦，黄色。哦，佢限量54只嘅啫喎。系啊，呢只靓 number 嚟嘅。26，睇个底，哇！咦，哇，包晒二轮喎，手上链，仲要系金色嘅喎，大师，啊，系喎，即系德国工艺，佢都啲抛得都抛，即系嗰个圆都抛得好靓，唔知咩机芯喎，但系就真系，佢上面嗰块板系靓咯，少见啲块个机芯，上面嗰块板系嘛，嗯。应该就系6497嗰类嘅。有个类似皇冠嘅物体喺度啊，呢个咯，系咯，几靓呢块嘢几靓，系啦，即系见到唔同角度可以睇到嗰个机芯嗰啲鱼鳞纹嗰啲抛光个效果啊。嗱，佢写住 sapphire， 跟住写住 AR 哦 AR glass， 即系应该 AR coating 咯，佢做咗个 stainless steel 啦。316L 啦 ，Made in Germany 咁样咯。嗯，德国做嘅。50米防水。嗯，系啦。好，咁啲资料喺晒度啦。咁特别嘅表，佢有冇盒噶？呢只有盒噶。哦，呢只有盒嘅。有盒嘅。呢个都系佢个牌子名啦。系啦，佢个 logo 咧，似又唔系似皇冠啊，好似个 A 字，但系三只脚嘅 A 字咁样。系啊系啊，几特别。啊。都新净嘅整体嚟讲。呢只好似系 full set 嚟噶，但我要补翻啲资料俾大家，一阵再 check check。咁呢只表系42mm嘅，咁呢只德国做嘅，咁呢只表嘅二售价系6,800蚊。哦，6,800蚊啫，哦，咁都好经济啊，算系啊。诶，其实呢只算唔算三针一线啊？都四针一线啊？三针一线啊？唔算，唔系。仲有个 day 喎，仲有 day 系6,000蚊。系啦，唔系，好普通，系啦，普通24小时针，普通小秒针咁样啫，系啦，普通三针啫，系系多多声，系啊，多多声，多声。好咁啊，下只啦，仲有咩啊？下只介绍街先，小三针 ，Airman 先 ，Airman。咁啊，街先嚟讲 ，Airman 都算系佢嘅经典系列啦。不过呢只 Airman 咧，好似系新款嚟嘅噃。系嘛？点解呢啲棉嘅大师？呢只系新，呢系新款 Airman 嚟嘅，就唔系旧，即系传统款嗰只 Airman。嗯，仲要分咩上昼同埋晏昼喎 ，AM 同 PM。系啊 ，AM PM。咁就佢都系GMT 机芯嘅，应该我估可能系 SW500 嚟嘅，睇个样就。嗯，系咪属于山地时间？我见到佢2个24圈。山地时间系啦，嗱，我哋。傳統睇開街線最傳統嗰只 Airman 咧，佢就係有個 lock 仔就 lock 個外圈睇三地啊嘛。呢只咧我睇應該係兩點位嗰個圈咧，即係嗰個掣咧，應該就都係 lock 圈嘅。係啦，應唔係撳嘅，應該係扭嘅。但係佢扭法咧係有少少難扭嘅，應該係滑滑嘟嘟咁樣嚟噶。
佢係靠中間條坑咧，你利用中間條坑紋咧，睇下可唔可以扭到佢。係啦，係啊，好熟啊，大师。係好實嘅，係啊。佢可能好啦，靠條咁就唔坑试紋啦，扭嗰個扭唔內扭圈到啊？嘅，呢、係这个好荷實叶咁都拋佢啦。系鲍鱼荷啦，典型嘅复古嘅喂，鲍但鱼係荷好啦。少降带嘅喎，係咪啊，点戒解即指？降嘅，大师？呢只少降啲带咪啦，比较通少啲常啊？都係跟皮帶，係仲有啦。胶纸喎。佢就话99咯，即系 Ano 99新咯，九系九啦，九新，九新。好咁呢只嗯，应该系属于只冇新带款过。嘅 Glycine 系咪啦？咁又几多钱呢只？咁呢只街先系肤色嘅系咪？呢只街先系肤色，系啦。系啦，咁呢只嘅二手价系5800蚊，好，呢个二手价5800，有冇差唔多啊？Glycine 系咪系咁上下四价十钱一嘅？蚊系啊，四十系一蚊，2019年肤色，系有 GMT 功能嘅。好咁而明家白。介绍彩蛋俾大家啦，系啦。好，彩蛋有乜嘢啊？今日彩蛋系呢只青铜表，哦，系啦，Celos。呢只新加坡牌子青铜，呢只都系二手嚟噶嘛？一二手嚟噶，系系啊，我啊系见啊，到氧化咗啊，青铜二手反而大冇乜个所啦，谓喎，老实讲。系啊，你好有复古嘅味道啊，系啊，唔青系可以铜整反而翻买嘅二咩？手咧，仲个感觉仲会更加复古，买全新嘅青铜四十要等啊，mm，40 mm 啊，呢个就唔使咁等有啊，一翻嚟就系氧化咗啦。系啦，咁有500 mm 防水嘅，咁呢只就用紧瑞士机芯嘅，系瑞士 SW200 嘅，SW200。500 mm 防水，系啊系啊，500 mm 防水啊，大咁犀师。利，系啊，咁深潜呢噶。度显住但五系佢百又唔 mm，大只个只表讲真。1640 feet。哦，佢红字啊比较难睇啊，系睇啊系啊，咁 size。都系有胶纸一个底。五可以试百下 mm 嘢，防水 SW200 机芯青铜表，咁啊同埋呢铜只圈嚟个大系师，啊铜铜圈嚟圈嘅，喎，系真啊，成铜个都系圈，铜啊。系领得噶。咁试埋个夜光俾大家睇下啦，铜扣嚟嘅，Celos。好，Celus 个铜扣好靓啊！40 mm 啊！哇，哇，好犀利喎！唔使开唔噶使啦，开电筒噶啦，已经好真光系噶光，唔啦。使电筒啊，掂啊，其哇，实 Celos 真真系系好劲啲嘅，嘢光好呢个劲系吓，Supernova 嘅 C3 夜光嘅，系啊，不嬲系 Supernova。好劲嘅，其实哇，已经霸占呢个荧幕啦，好系啊，开明翻灯俾白。大家睇。咁而家讲翻个彩蛋价俾大家，咁而家呢只表嘅彩蛋价系3500蚊。诶，三三千千零蚊就原来啊，咁啊抵玩喎！3500可以青铜买表到呢嚟噶，个 SW200 机芯，再加埋一青铜啊，系再啊系加啊，埋啲好咁抵玩强啊，劲嘅夜光，同埋铜圈啊，三千五百蚊啊！系啊，3500蚊，好，冇咁啊听有兴错，趣睇睇啦，呢只个有一彩只蛋。啦，系啊，只有一只，好，今日铜介板绍面差唔防多系水，嘛？系今日介绍完啦，系啊，多谢好，咁大啊有兴家，趣多谢大 keep 家，留啦，呢个彩蛋啊，青铜彩蛋3500，大系家啊留系意啊。下啦。好，伊菠萝都系嘅，都预订紧嘅，好有啦，啲咁现啊，货嘅，冇啦，得翻好少就系得啦。翻好少，但好佢啦，实咁物啊，真系好靓咯，呢只实物。系啊系好啊，啦，明嗰啲啦，一够钟啦。好，多谢大家，好啦，多好，谢大家拜啦，好啦，拜，拜拜拜。拜。